欢迎台湾达人秀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，我是大文。哇，你嘴巴好瘦哦，那会不会太？你干嘛走？我们进来的。这是爸爸，有点猥亵。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不要那么无聊啦。想知道更多撞鬼经历，每天晚上8:30，请锁定台湾达人秀。